姐，你找我来干嘛啊？小天，你总算来了，你把我看看这个视频，我们林总被人陷害了，但我没有证据。陷害？嗯。对了，我刚才来的时候，看门口好多记者，不会就为这事儿吧？记者？人多吗？多。坏了！林总，你为什么要诋毁崔大呀？这个视频是真的吗？ 林总，你需要重新印象吗？姐，姐，谁是后面的那位帅哥？姐，姐。